就说他家供奉的一个牌位里面有土地，然后还有地主，还有五主公公，然后他想问他要把这些请下来的话，一共需要多少张要小房子？是给房子的邀请者吗？五主公公，不管你五主公公、六主公公了，都要尊敬。但是呢，一半都请下来之后呢，啊，给他们念点小房子就可以了，21张嘛，嗯。21张是一个牌位，还是说三个牌位加？他几个牌位啦？他写的好像是三个，一个土地、地主，还有五主公公。啊，那最好三，要三个21张了，嗯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